你打算命定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姓名，你惯用礼貌的微笑来回应我给的关心，有多少陪伴被你有意无意的叫了暂停，我只能看着背影，其他只能雨过天晴。怎么明明他先说再见，你却对他有亏欠，他给的伤我来治愈需要多少的时间，他在你的回忆里面是不是就没有缺点，他离你是那么遥远却能让你沦陷。是不是就没有缺点，贪恋你是那么遥远却